一寡咱即个劳工的法律上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啊、对咱一寡遮的影响真大啊，遮的问题吼、哦，啊，咱的五建兄弟啊，伊拢安尼一直啦，来咧甲人服务，啊，来咧甲人帮忙，所以咱会当对伊的身躯顶啊来看着讲，伊是一个充满热情吼，啊，充满呢。啊，迄款的这个活药吼，啊，伊要家己的性命呢，啊，来献予咱台湾这土地，啊，伊要将伊的性命呢，啊，来献予咱所有的这个乡亲士大，所以呢，咱大家来甲支持，互伊动算好啊，好啊。啊，蒋经国，这个虽然咱看到台湾啦，看起那阵啊讲乌云大雾啦，一片乌暗啦，吼、哦，咱就感觉讲哇，台湾敢够唔忙？哦，啊，台湾要叫中共吼，安尼痛起啊吼，啊，这个马英九国民党要甲咱台湾送予这个中国啊吼，但是啊，这个危机哈、啊，就是转机啦吼。相信讲啊，最近咱台湾人啊，伫这个恐慌正行的中间呐、啊，咱真侪这个台湾人啊，咱嘛对着这个马英九对着国民党这款的白国的一个行为啊，台湾人已经夹皮啊啦，对啊对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啊，若有上帝主耶稣基督甲咱三个比的吼，咱拢免惊吓，吼、哦，相信讲无外久的这个将来啊，伫咱大家共同打拼下面啊，咱马上两边就要建立咱的国家啦，对不对啊？咱的台湾国就要振兴啊啦，对不对啊？咱面对愈大的艰难，咱愈有信心啦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有上帝耶稣甲三个比的啦，对不对啊？虽然无你，都会惊吓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今仔日吼，安尼，而且来甲咱五建兄弟吼，甲加油鼓励，啊嘛，甲咱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啊，所有的贵宾啊，安尼大家互相三甲鼓励啊，咱绝对啊有这个信心吼、哦，咱要来建立一个伟大台湾的国家啊，会当受到咱的尊重，咱不爱搁再互人欺负吼。哦咱会当安尼贡献台湾人的这个才能吼，咱要啊伫世界甲人徛起哦，相信讲啊，咱绝对啊会当伫咱的手内啊来完成这个工课啊，无论讲头前的这个阻力偌大，石头偌大粒吼、哦、啊，国民党伊偌哩呐阿爸，伊甲中国共产党安怎交接，就是呢，咱我靠，公义正义这个会执行啦，对不对啊？上帝绝对有听咱的啊，台湾人的喊话吼，天公伯啊，伊嘛知影台湾人啊，即款的一个艰苦，即款的一个心声哦，所以啊，咱绝对啊会得到这个最后的胜利吼、哦，啊，而且呢啊，来搁一摆啊，祝咱五家兄弟啊，对这条开始啊，会当安尼啊，一片的这个顺遂吼。哦啊，咱大家来甲斗三工，啊，祝咱大家呢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哈！感谢咱大家，感谢咱再一次感谢咱的李文静李议员。